所以这个地下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想要知道地下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天气预报，明天的天气预报 ，OK， 大晴天，将在九点到下午两点举办活动哦，庆祝活动。好，哎，他有什么其他节目？每日占卜，你今天要走运了，真的假的？又有一封信。亲爱的 Kuruku， 明天我们会在欢农场庆祝蛋蛋节。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庆祝的话，请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之间到为一年一度的鸡蛋大战，绝对不可以错过哦。哦，鸡蛋大战，我会不会种太多东西啊？好啦，我们终于把我们种作很多很多的地方，终于全部都浇完水了。嗨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出发，我想要再去看一次那个就是很奇怪的洞，对，那个很奇怪的洞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，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。然后我现在好像种了大概二三十块的东西，我说地啦，二三十块地，这么多的东西，希望可以赚上一笔哦，赚上一笔，如果我们说不定下次就可以先盖我们的鸡舍，对，看他不会送我几只鸡，这样我就可以采蛋，应该理论上应该还是锁着的。哇，好像跟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好感度的列表啊，在这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送他们的东西他们就会有好感度哦。哦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如果我要触发一些与村民的剧情的话，我应该要送他们一些东西。这样子一来应该就可以促进一些好感。那我们今天还是去镇上晃晃好了。我想要找到那个镇长，他叫镇长吗？我一直忘记他叫什么。迪尔森杂货店、酒吧、超市、铁匠铺，你看啊，铁匠铺、博物馆哦，博物馆馆长。这边还有个我没去过的地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那边啊、哦。远边森林，这边都是我们没去过的地方。巴士站，哦，好好好，是博物馆馆长吗？今天是个好日子。这一间吗？这一间是博物馆馆长，所以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刚设。说起来怪丢人的，不过上面，不过我希望能改善哦。不是他的说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要去收集这本书才能触发一些剧情吗？我不认识你，太凶了吧！我要怎么去找到那一个钥匙啊？在他身上有钥匙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触发这个剧情，所以我昨天有经过过。但是我还是无法触发那个剧情。哇，好吧，那我们到最上面好了。我刚刚看地图的最上面好像还有个地方是问号的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好了。往上走是铁路，那往左边走是什么路？我看一下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哦。哦，哦，上面这一条是铁路是吧？冒险加工会。将会于下午两点至晚上十点。哦，这又是什么工会？我们来探索一下。右边是吧？那个老头住在帐篷里，我也是很佩服他、哦。这里是什么？哎呦，地洞，是船长吗？嗯，马龙。嗨，马龙，第一次见面，哈吉梅马西的。我只想看看这座古老的洞，已经荒废十几年了。下面可能有不错的矿石，但这么一个黑漆漆的地方，已经好多人都没有下去过了。恐怕在那里找到不仅是矿石而已。这个给你，你或许用得上。哎呦，他给我一把剑了，我终于学会战斗了吗？生锈的剑。顺便告诉你，我叫马龙，就在外面经营探险者加工会。我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，如果你能证明，我会让你成为成员的。
哦哦，这是攻击用的键吧？混乱，为什么是混乱啊 ？It doesn't seem to be working. OK， 它不能使用，这是防御吗？哎，我可以挖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石头，这是石头，那这个呢？石头，哎，这下面可以挖到很多石头哎。 红色的是什么？哦，石头。哎，有往下的路哎。噔噔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们直接进步到直接探险哎。铜矿石 ，OK， 这个嘞，我现在有点微 shock 哦，事情进展的有点太快了。 哦，被攻击了，不要害怕。我们拿一把生锈的剑，单挑啊，废物！哼，软泥绿藻，哼，菜逼吧。这是铜矿石啊，这是什么？ 哦，里面有石头。哦，我像是算是直接过来这边探险了吗？哎呦，物品栏已满。哇，等等，我们把什么东西先丢掉好呢？匪葱，我有办法先吃它吗？好，没关系，先丢掉。我包包太小了。啊，我已经没有体力了。 哇，我体力怎么那么少啊？我好像要吃点东西了。哦，所以这些食材应该都要留着才对，我已经没有体力可以作战了。哇，太可惜了吧？难得找到一个好东西耶！而且我们进去晃一下，怎么都6:40了？太快了啦！什么？时间现在觉得有点短，探险家工会经受考验的探险家方可入内。哦。 我们今天，哎，这是断掉的桥。哎，那个我们的小精灵是不是帮我们把那个桥给修复好了？这样子我们可以去那边稍微看一下好了。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有几件事情必须要赶快完成它哦。就是我想要，现在有两个让我觉得的事情，就是我应该先买背包，还是要先做我们的鸡舍？哇，怎么办？ 都好犹豫哦。哎，他不是会帮我修复吗？哎，我被他骗了吗？所以他修复的大桥是哪一座大桥啊？<笑>好，看来我不知道他修复的是哪一座大桥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可以先回去休息，然后明天我们来参加蛋蛋节。 对，蛋蛋节感觉是一个不错的节日哦。炸弹，也太浪费食物了吧？怎么不送我几只鸡？哎，我这个在亮哎。探索矿场，在矿场中达到5级。北方山脉中也有一座旧矿场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休息吧。好，睡觉喽，晚上9点半了。 耶！ 我们今天可以参加蛋蛋节，看一下天气预报。部分地区多云，有微风，空气有大量花粉。每日占卜。OK， 感觉这个不错的日子。早啊，克林特，我一直有注意到你在寻找矿石，真的很棒。如果你想尽可能找到钻石的话，你会需要一个熔炉。 正巧我有个闲置的蓝图，给你收下吧。<笑>太好了吧！学会如何制造熔炉，熔炉，融化金属棒。这些金属棒可以用来锻造建造以及锻造建造以及升级工具。当你融化一定数量的铜棒时，可以考虑让我升级一件工具，你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轻松。那我回去了，你慢慢来。哦。 感觉是个不错的人呐、啊。哦，开这个干嘛？
是不是有东西可以收成啊？防风草可以收成了。这个嘞，这还不行，这也还不行，这些都不行。好吧，又是个浇水度日的开头。好啦，我终于浇完啦，蛋蛋姐已经在矿场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九点了，九点了。我们今天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蛋蛋节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发现我右上角一直在亮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来看一下。开始哦，打造一个熔炉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熔炉需要什么东西哦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参加蛋蛋节，对不对？熔炉在哪里？这是哦，可以在溪流和湖泊、大海使用。铁棒，我们需要铁棒三个。不过我们要先做一个火炉，20个铜矿石跟25个石头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每天要花一点时间去采矿。那我们就先把剑带着，然后斧头先不用，然后我们需要带一些可以恢复体力的东西，匪冲，然后金色防风草舍得吃吗？我会吃一些匪冲。好，这个水不用了，我们已经浇完水了，再多带一个三葵。我也不知道带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先出发前往镇上。我们先去参加蛋蛋节，然后蛋蛋节结束之后，我们去采一点铜矿石。我们看今天可不可以采到20个，20个我就可以盖一个熔炉了。蛋蛋节、开始了吗？我以为他要进行什么？绒毛兔子很大很软很可爱，草莓种子，有草莓种子，感觉不错。所以我可以免费吃东西吗？可以跟他讲话。我们的母亲为了准备这次节日，这会是，这不是住在那个野，这不是住在不是野外啦，这个荒那个住在帐篷里面的那个莱纳斯。这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？OK， 这不鸟我潘姆，我是不是可以借由今天刚好跟所有人讲话？罗宾，今天大家都放假对不对？威力，船长，所以今天有办法进去吗？今天是进不去的，今天是休息。蛋蛋姐，村长，你觉得大家都准备好寻找彩蛋了吗？是的，要来找彩蛋了吗？怎么找？蛋蛋姐。是时候进入高潮的部分了，年度春季彩蛋大寻宝。冷静点，孩子，如果你想带找到最多的彩蛋，并且把独一无二大奖带回家的话，你现在需要省下一点血力。OK， 走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彩蛋大寻宝开始。彩蛋，彩蛋。什么是彩蛋？这个是彩蛋吗？这个是彩蛋！我看到，！Nice！哼，彩蛋是吧？这些太可爱了吧！寻找彩蛋，我看到了，那个后面有，可是要怎么过去？哇，那边好像过不太去。这里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，树后有一颗，这里有一颗，好，你看几颗？六颗而已，时间要结束了。啊，这颗我捡不到。哇，车上还有，六颗。要是你们这些孩子能以这么高的效率捡垃圾的话，我们就能成为珍宝海域中最干净的城镇了。今年彩蛋获胜者是，不是阿比盖尔，他捡了几颗？这是你的奖品，阿比盖尔。他拿到什么？今年的蛋蛋节就要结束啊！我们居然输了。
不，我们今天六个还是输了，十点了，太晚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好了，我觉得这彩蛋节真的蛮可爱的，小东西，我们来多做一个宝箱哦。我们需要50个木头，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宝箱其实有点太满了。然后我要做一个宝箱，跟我想多做个萤火，有点黑。十个杂草，十个石头，憨是什么？有点黑。我觉得啊，我们把食材放在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道具放在另外一格。这一格里面就放一些比较重要的道具，这些道具，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材料。这是食物哦，我明天出门的时候可以吃的。这些是工具，工具放在另外一边，这些就放一些垃圾食物，然后让它整理一下。OK， 然后我要做一个。我要做一个萤火，做两个好了。不是要吃肥葱，不是要吃肥葱，这个先收起来，然后把萤火，怎么放不下去 ？OK， 稍微点亮一下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。我们家外面有点暗。好的，那已经11点了，我们差不多也可以休息了啊。狗狗都没有抱到它睡觉是。